Daniel 恭喜曬啦！咁其實即係馬就八月尾做過簽名手術啦，賽前係咪都有啲擔心定係驚佢都會發啊？其實擔心嘅，因為其實佢個簽名嘅問題都會幾嚴重啦。咁所以因為當時其實已經冇得選擇嘅啦，一定係要本身 keep 只馬嘅話，就係唯一個方法就係做手術。咁幸好啦，就我哋嘅獸醫 Alex 做得好好嘅，個手術亦都相當成功。咁就上次就喺重化試就都好好 impressive 啦，個走法。咁今次其實都沿途個走法啊，對只馬都係都舒服。檔位其實大家對佢嚟講係好嘅，因為佢唔需要擠有擠裝，佢走佢自己嘅嗰個 speed， 所以呢場馬其實呢個 win 咧對個馬值都係一個好高嘅。咁啊，贏六個馬位其實有冇話，即係覺得係有啲超班嘅感覺，喺五班啫嘛。其實個六個馬位當然因為佢嘅跑法係對嚟講今次嘅即係形勢上係對有好幫助。其實唔係代表佢咧係 outstanding。即係始終咧，佢有簽名就有簽名，即係曾經做過手術咧，唔代表佢完全係可以話會影響到佢第日嗰個嘅演出。其實或者可能下次出賽唔同嘅制員同或者個壓力咧，可能你都令到佢，如果佢稍微令到個呼吸一上場，可能會個亦都影響佢嗰個下晝嘅演出，未必係可能個時間比較慢，佢都可能未必跑得好嘅理想，所以呢、這個呢個問題嘅馬咧都係有保留咯。我見你安排佢跑個泥地一係咪啊？其實依家個暫時係咪都係跑翻泥地半？其實我覺得個泥地同草地其實冇乜關係嘅。最緊要其實佢有呼吸問題，呢個係最大嘅關鍵。就希望佢如果翻咗嚟啊，冇影響佢一跑得即係順啦。草地泥地都，我覺得都係。唔該曬，多謝。